军出击。希望他们能和俺渡过。这是什么语言？这是英语啊，而且是英式发音的英语。小 A 一下，这腰子一看呢就挺猥琐。而且他带的骸骨我们记着点啊，腰子一般都不带骸骨。这哥们儿真是一个刀也不补啊，你都有盾了你怕啥呀？我们不推啊，不推就可以让他损失更多的兵，一个一个补。哎呀，没补着，想划我剑，我抠一下。小心他的嘲讽，抠一下。没办法，这腰子不让我耗血，不太好杀。没关系，他不好杀，我就打野杀他们家打野去。直接去，来，我到位了。EAWA 接 Q， 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别着急啊。差一个 Q， 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来一，等他放闪，我们再 Q 啊。W 吃饼干 ，E A 拿个双 buff，Q 一下，不行打不死了。一波上路混战，我们收获一个双 buff。怎么的，腰子？我今天不可能让你上线了，我跟你说，今天你就别想上线，知道吗？怎么的呢？这腰子，把你腰子给你抠了。怎么的？插个眼来，这皎月啊，皎月狂妄，来来来，给我杀皎月。A Q 一不上了，嘿嘿嘿，打个闪。哎，他还敢来？哎，我们先 W 的过来 ，E A 吃饼干 ，A 接 Q 接平 A， 皎月，假装这里没有人，在这里回城。哎，螳螂来了，螳螂跳的稍微有点快了，知道吧？螳螂应该慢点跳。不跟他玩了，走了。他跳的时候他有剑阵，那杀不了。大乱斗是吧？啊，是不大乱斗？完了，又开始折磨了，又开始折磨了。哎又开始折磨了。我咋就没碰上过这种情况呢？我从来都不掉。哎，
我设备好啊，这跟设备好有啥关系？这属于网的问题。我一天至少能碰上一个，就这样式的，肯定能碰上一个。最近一直掉椅子上，一直掉椅子上，一直掉椅子上，也不知道因为啥。当我不折磨的时候，就意味着我不在了。可以，兄弟。这腰子没了，我们现在是六级45刀，他是11刀。人儿没了呀，发条。哦，4级的腰子，这两个兵的经验我不可能让他吃。啊，不要让他吃经验啊！这个露露基本上是上不来了，他只要一上来他就掉，他即使现在上来了一会儿他还得掉。你看这露露。这种人一般都是连不上来。一 A 跑了，我想知道他交没交闪，管你交没交闪，交没交闪跟我又有能有什么关系啊？哇，操了！我服了，我以为他必死了呢。哎，有点烦。让他给我下当了。啊？哎呀，俺老孙正等着呢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 summoner has reconnected. 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加油吧，你俩不会又在一个网吧吧？别着急，马上到你了。不会的，我根本就没发生过这种事情。哎，这太烦人了。等个大招啊，一会儿看能不能越塔把他杀了。或者这腰子去下路，或者是中路，嗯。要让他去支援，他现在最好是去支援，而不是跟我对线。他只要跟我对线，我就吃不了塔皮。哎，下路塔掉了，没关系。这把我们玩的是猴。腰子可太难杀了，哎呀，腰子可太难杀了。
可以飞，别急啊，不急上，等他技能都没了的。这家伙这打这么多人呢，快速回城，先出个三下，再来把长剑。算了，我直接来个西地海。这把怎么感觉有点难打呀？不太好打，塔掉的太快了。你们塔掉的这么快，我一塔没拆掉，就有点难办了。还隐形啊，白送我一个。啊？怎么变成妖子死了 ？Nice。这应该是个蓝凯吧？点电型一般蓝凯。这直接放就行，我这应该直接就能拆掉。这个峡谷先锋打得好，要不然我节奏还得被拖一波。没事，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，回家。回家直接收集者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差点钱。这把是收集者配白甲，配血手，加大青鱼。蓝凯可以。红塔掉的有点快呀。算了，开个大吧，不开白不开呀。这是腰着吧 ？Q 一下，平 A 再 A，A E A W A 接双 Q， 先杀腰着，闪现，回头一 A Q 再 A 一下，露露给我技能。这露露怎么才五级呀？哎呀，我天哪！这人可太多了。一斧子，砰！一只高德莱克，没事，高德莱克就高德莱克，我们只要大招吸地快就没关系，扫一下中塔。你这直接上显然是不合适的，兄弟。要想杀德莱文啊，就得等发条，守一下啊，等潘森回家，这波可以打。这德莱文是真是有点不怕死啊，这1000块钱，这不白送吗？无敌了，兄弟们 ！Double Q， 小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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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剩个潘森跟凯隐了，快快快快快！小龙，你们小龙，我打个蓝。把他们家野区资源给他拿了，然后我们去上路收兵。潘森是故意的。既来
我跟你们说，这个潘森幸好他回家了，他要是没回家，刚才这一波啊，加上潘森也得死。就这一波，只要德莱门往前走那么一步，他只要敢上来点一下他，他就是必死。他会为他这一下塔而付出代价。这把已经游戏结束了。我这个吸地还很重要，他可以让我的大招吸地特别快。我下路线手了。我们把红拿了，等我开，给我啊！别着急啊，左边有眼，把眼排了先。先不着急打啊，德莱文不给机会我们不上。扫一下，对，不着急上啊。来，先杀德莱文，一 Q R 转起来， A 接 Q 再转，好，发条，哎呦我发条，发条漂亮，发条，哎呦我发条的，这个发条一开始我没看见他呀，他从哪出来的呀？可以回家。刚才我们的这个护甲不够啊，很有可能会被德莱文秒，血量也不够。这波回家以后，我们不仅跑得快，而且血量、虚区都非常的高。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已经无敌了，刚才发条帮助我们无敌了一下。来，看看谁来，我看看谁，我看看谁这么狂吗？对不起，为什么打不掉血呀？剑阵吗？是有剑阵吗？我们打那脚月不掉血，我操！啊，剑阵，哎呀，真烦人呐！剑阵，哇，一闪。看来我们得先杀皎月，皎月打我有点疼，其他的物理伤害都不疼。没回复，不用，我这装备改良一下。我这个装备改良一下，稍微，蟹手死亡之物，咋的呀？这潘森，哎呦啊，德莱文，
这就给大呀，直接拆吧，那硬拆吧，把他们家蓝打了。不出魔抗是不是太脆了？那皎月不能打我，他打我他们家不输吗？所以我出个蟹手吗？他没必要打我呀，他一刺客他打我，他们家肯定输。螳螂也起来了，干的，别怕，我到了，你给我打他，皮得狠啊，小伙子。我把德莱门给我杀了，还回头，还回头，回头，回头，交月，交月，腰着，腰着，腰着。没事，这防御塔打不太掉血。大龙吗？上路收波兵，哎呦啊，狂妄了一会儿，薛微是有点狂妄了，最后把收集者卖了，换个大青影儿。其实也没事儿，他们家就仨人，中路也叫仨人推，啊，四个人。潘森有大，那就是五个人。哇，这波直接冲塔，我是真是没想到啊！哎，这你们敢直接冲？不把我当人呢？这是啊？啊，这是不把我当人呢？我这一看呢，我这一瞅，全得给我跑！我跟你说，一个你都跑不了，都得跑。我看谁敢回头。白银怎么回事？虽然有蟹手啊，但还是感觉很脆。我保你一下，其实可以打，可以打。等六秒、五秒、四秒、三秒、两秒。EQR 转起来 WAQ 再转套点盐，先死一个，杀皎月，我大不大，我大不大，推那就对了。